尊敬的网友大家好，我是小蜜蜂程程。看我妈今天又在忙活做好吃的啊，年前基本上就是这点事儿了，天天做好吃。大家好，天天做好吃的。这两天就是基本上准备这些，看今天要烀猪蹄儿，然后猪下货的那点泡的，看，然后这些是扣肉啊，牛肉啊，这些是猪下过，这也是猪肉。我妈今天要炸四喜丸子，我爸刚刚在外边抽了一下我们家这个马桶，因为我们的马桶是需要自己家清理的。对，嗯，分工不同。今天我要干什么呢？我要上一趟白山，因为我那小车不是在白山那个买的吗？他是告诉我三个月或者是五千公里之。是5000公里是吧，爸？就是5000千米，是5000公里哈，5000公里之内，然后有一次免费的保养，正好这不也快过年了吗？我也给他收拾收拾。对呀，你别往那个前面车挡泥那个玩意儿坏了不是吗？啊，挡泥板。我开车技术实在是太好了，我把那个前轱辘前面不有一个挡泥板吗？给撞坏了，我要去正好去修一修去。不太行。水平太好了啊！看到马路牙子就撞，可准成了。朋友们，我已经到了这个白山的 4S 店了，我觉得我开的哈，现在是越来越顺手了。但是哈，就是这个近视眼开车是真麻烦呀，不戴眼镜不行，戴眼镜还太麻烦了。看前面我那个小车，跟我那小车一样的，这个是蓝色的，但是我还是喜欢绿色。你好 ，Hello， 开哪去？开后边那个门。啊，行。看看这个小车小电车，我也可喜欢了，可好玩了，但是不适合我呀，上山啥的它都没有劲儿。好可爱，但是这个撞成这样了，妈耶雷。那它这个车就是多长时间就是需要保养一回啊？就是每次5000公里，或者是半年，啊。哦，我还没看过这底下啥样呢。哎呀妈呀，吓我一跳！这么多油。嗯。哎呦，还挺好玩的。真买一台，它原来是不是这个颜色的哈？不是。它这个网是什么东西啊？那热啊。嗯。排气管的一个软连接。嗯，排气儿的。嗯。啊，你这东西这险金都不用上手啊。上手烫手啊。啊，对呀、啊。这是什么？那个刹车油，那个油壶。刹车油。也有油啊。看我这个东西好像是修不好。对。那厂家能处理吗？那我们就得反馈，他肯定能处理，就是我们现在反馈上去，到时候厂家告我们怎么弄。啊，什么时间呢？我们尽快，我就留电话嘛，让他反馈。尽快之后，一会儿反馈之后看看他怎么回事。嗯，就是我就回家等着就完事儿了，等你们什么时候反馈，就得过了年是吧？不是，是下午或者明天就有信儿了。行，那谁刘洋会给我打电话？对，啊，行。朋友们，我刚刚
就是给这个车做完保养。记不记得之前我发过一期视频，说这个车那个啥了，就是不好使了，它那个倒车影就是那个360影像不好使。然后我以为是那个就是溶血剂盖那个车上不好使了，实际上不是这样的，它就是不好使了。然后我今天做保养的时候，正好我问这个人了嘛，然后他们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，说需要反馈给厂家。然后我现在就是回去等信儿就行了，大家拜拜。